从前，从前，在遥远的国度里，住着一对幸福的猪排公主与王子。在某天早晨，天空忽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洞。猪排公主紧张地大喊：“王子，那是什么？”在猪排王子还来不及反应之前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夺去，猪排王子拉长自己的手。公主与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原本只想咬一口，结果咬不断，只好整块吃掉。